先咧为你祈祷恩赐运作啦，有几多成准确啊？七成到啦。即系大部分都每个弟兄讲嘅都好准。譬如特别话我系对抉择呢样嘢系冇乜信心啊，要问准咗好多朋友先至做到个答案出嚟啊，同埋好重视朋友咯，呢啲真系好准。我觉得差唔多100%。其实当中咧有啲咩内容咧令你好震撼噶？我觉得佢讲我可以做领袖，咁嗰下真系好震撼。系好真实啊，起码一种好震撼咯。关系啦，仲有我嘅性格啦，好准咯。你觉得头先嗰套电影好唔好睇啊？好睇，但系最尾见到男主角同埋好多黄丝带嘅时候，好 touch 咯。当中嗰个阿哥佢扮到好似话揾唔到上一手业主嗰、那个，我觉得嗰度系咯，好深刻。好睇啊！特别系讲话为金钱，为即系自己其实喺度忙碌乜嘢，其实你翻转头都系用金钱去买时间，同埋即系可能忽略咗身边太多人啦。同埋因为我爹哋妈咪我都经常唔系好，但系我想象唔到如果万一啦，我就系其中嘅主角嗰阵时，我就会知道自己系一个好不孝嘅人咯。好感人，好好睇。同埋谂咗好多嘢咯，以前屋企人嘅嘢。嗰个人个哥哥入咗去戒毒，就好似我谂翻我哥哥入咗去坐监嗰啲环境咯。系佢睇住佢喊啊，就再俾人捉翻翻入去嗰啲情景，自己有啲感埋身世咁样咯，好似。你对于今日嘅诗歌有咩感受啊？好似讲每一个人嘅生活。个生命里咁样咯，包括自己。我觉得今日拍住手嗰段咯，我觉得几中意。好好听，好舒服，唔似外边嗰啲 rap 咧，系听起身有啲歌，但系佢哋太过于悲惨，即系你一悲惨起身咧，就会谂到自己话，其实自己为咗乜嘢？好似话，譬如失恋啦，你听啲歌好悲伤嘅，咁你又会憎嗰个令到你失恋嘅人，唔同啦，有恨咯。咁透过今日嘅报道音乐会啦，会唔会令你咧都系觉得神好真啦，都想继续翻教会去认识神更多咧？会啊，会噶，会，呢个真系会。你系咪即场决志信主噶？我再决志噶，系啊。系临到尾后尾先信咯。系啊。系啊。其实透过今日的报道音乐会啦，会不会令你都想翻教会认识神更多呢？都会，我会啊，会。咁下次你会不会邀请你的朋友或者亲戚嚟我哋的音乐报道会呢？会啊，会。你最想带边一个人翻嚟啊？我哥哥。